去游泳。可以啦，八百五。你去游八百五。你要游八百五。然后要三十分钟。还是公里？八百五，然后要三十分钟哦。八百五十公分，八点五公尺。然后你要游三十分钟。你是搁浅啊！水饺的吗？水饺。八点五公尺，你就踢一下墙壁就超了。但你也是踢很用力。八点五公尺。